小时。记住这个嘚瑟的男人，两小时后他就会变成。需要叫救护车吗？需要躺着。一大早奔去环球影城 ，literally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哈利波特禁忌之旅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但是他没有兵士，就是啊。Welcome to the castle. The castle, not castle. 嘚瑟对即将到来的威胁一无所知。做完了，你晕不晕？我还好，还好，我晕了。开始出现症状。我现在一脑门子汗，你知道吗？辛普森过山车。Highly impressive, which involves sudden and jarring movements. I need some fresh air. 坐之前人家警告过 ，It's not for everyone. 还有好几个 ride 都怎么办？木乃伊过山车。准备好了吗？我牙口都晕了，我觉得这个一点感觉都没有啊。咋了你？再做一个，我肯定要做。我现在东西已经到了这里。侏罗纪漂流。但是我做的一定会晕的。还是做了。好不好玩？最后那一下忒猛。需要叫救护车吗？需要躺着。你看还吃得下吗？吃个美式中餐。这炒面。你敢信？难吃笑了。玩面粉。最受欢迎的来了。我看地图原来了。马里奥赛车。他不玩我玩，戴帽子。戴 VR 眼镜特别好玩，推荐。玩到天黑，这个男人玩趴了。